数字现象是一种真实存在且客观的现象，其本质属性并不受人类感知方式的影响。这意味着，无论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数字现象都以其规律和属性存在。数字现象拥有相对立于主体的客观性，同时，它们超越了我们的感官能力，我们不能依赖于感官来感知其存在。数字现象不仅存在于我们的感知之外，而且其本身的属性与特征也不会随着我们的感知方式或者认知能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